是初恋吧？应该是。初恋对于女孩子来说，那意义非凡呀。你初恋的时候是也是这样的？初恋的时候是完全失去自我的，全情投入，他就是我的全世界，浑然忘我的。啊，对。但只要这初恋一过去，立刻就变了一个人。比如说，如果要我要是小林的话，就是我肯定会觉得有点愧疚。刚才看他们那个 VCR， 我这么用心给你准备，但你其实真正的没有给我过过一次生日，甚至是连个生日蛋糕都没有给我，酒店送给我，就我就觉得我肯，如果我是那个男孩的话，我肯定会觉得，首先我觉得有点对你有点愧疚，那我就是你下一个生日的时候，我会好好的补偿给你。对。